如果是这个事情本身哈，分析一下，像分析一下，哎，可以了。像就是如果丽丽就是不说她这个人和这个性别，就是她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以退为进，我觉得一下你一下就心软软。这，啊，你去追求你的幸福吧。对，没有关系，我对。徐凯，你学学人家，你看。微宝贝，最后的惩罚是他来收吗？所以我要，所以我现在要惩罚凯凯是吗？对。哇哦！应该好，下一个。说话之前我就开始笑，非让人家先来下一个。现在用的是不是解扣子那个？就我跟他讲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那个西装很紧，没笑出来，大家心情都会好。不会让你穿的好，真的。没笑出来，大家心情。好，没玩过。对，就是我们现场。对，这样我们现场六位嘛，就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极地星光美丽，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这个很难的，我要这样子。这样我一定会看，这样安利。来，我们先从风云开始。要选这个，我本来觉得这。等会你扛我上去啊，我看知道吗？凯凯，要不然同一句来 PK 一下，可以？真的会有人说这种话吗？这个、真的会有？对啊，我觉得台词来的经典台词啊，是剧里会有人这么说。对，就是这一家古早霸总见的，对这种经典台词。快说一下。如果选择爱我，你可能会被全球的美抨击，被世人所不齿。甚至会卷土奋战，所以女人爱我，你怕吗？怕不了一点。他表情已经怕了，狠狠的怕了，真的怕的这个感觉这一轮怕。爱我你爱吗？对，爱我大喊我的女人，要就是这种油腻这种。对，凯凯呢？你觉得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也问过吉星，我说你觉得什么关系啊？不正当关系啊？吉星其实心里就是想问你是不是个不正当的关系，希望你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是不正当的关系啊？不是啊，当然不是，不是。我们其他几位先闪开，他们俩先聊一会儿。问完之后，第二天是你跑了。我在打电话，你跑了，吉星跑了，对。但是通过后面的这个走向，已经证明了是正当关系，对，正当关系，并且是携手到老，盖棺定律。오늘도 걷다
기억은 향기로 나를 마주와 오늘 하루 어땠어 안부를 묻고 나면 어김없이 날아와 답해주는 것 같아 오랫도록 기다려온 내 맘을 다시 好吧，你怎么样形容一下拿到的词语？我第一课，那我的嫌疑排除了。这个词语，我第一课，那我的嫌疑。함께 나눴던 시간들이었어 들녘을 지나 돌아온 걸어왔던 날들 모든 발자국 蜜，很多很蜜。对，需要重复一下吗？你应该都知道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投票了，觉得谁是卧底？上来就投票了，是还是说你们要再形容一轮？再形容一轮，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从后面开始形容一轮，再形容一轮，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从后面开始形容到前面好不好함께나눴던시간들이었어긴여행끝에너를다시또만나면두손꼭잡고好玩啊还挺好玩的再来一轮好不好好再来一轮来可以玩跟我走따라오늘도걷다보면이곳잊지못하는기억은향기로나를마주와오늘하루어땠어안부를묻고나면어김없이나주는것같아오랫도록기다려온내맘을다시好吧你怎么样形容一下拿到的词语我第一课那我的嫌疑排除了这个词语我第一课那我的嫌疑저근함께나눴던시간들이었어들녘을지나돌아온걸어왔던날들모든발자국그안에미很多很密对需要重复一下吗你应该都知道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投票了觉得谁是卧底上来就投票了是还是说你们要再形容一轮再形容一轮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从后面开始形容一轮再形容一轮好不好好
那我们就从后面开始去到前面好不好？함께나눴던시간들이었어긴여행끝에너를다시또만나면두손꼭잡고好玩还挺好玩的、啊、再来一段好不好好再来一段我的夜气不如可以玩跟我走来哦您是不一样的对这是我们现场对，就是这样，我们现场六位嘛。